家裡姊妹大家平安，根據氣象報告，啊，有一個康瑞風台要來侵蝕咱台灣，啊，所以咱特別為著這件代誌來祈禱，咱同心來祈禱，全能應允的上帝，願俄羅斯天離開地有我爾啊懸，你願敬畏你的人所顯現的慈愛是有我爾啊大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你予阮的过患也离开阮有偌远。因为你的慈爱稳定，你无留一项好物无予阮。天父，我欲学了你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是有稳定、有怜悯的上帝。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总无弃舍阮，因为你的恩慈是一生之久。我感謝你常常聽我祈禱，而且照著你的美好的旨意來成就在我身上。我們俄羅感謝你，主愛天父上帝，我特別要為著我心愛的國家台灣獻上我的祈禱。根據氣象的預測，目前有康瑞風台要來侵蝕我台灣，我心中有淡薄煩惱，因为风台恐惊会带来一挂灾害，予人民的性命财产受到损失，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予阮得到你的保护，予风台所造成的损失会当减到上少。特别是生活伫山顶、海边、偏乡的人，拢会当得到保守。我也特别为着伫风台来临的时阵，有缘需要工作的人，特别是军人、警察、消防队员，以及为着人民的需要的电力公司、甲自来水工作人员，献上我的祈祷，求主在恶劣的天气中间，因有缘能得到安全的保障。如果万一有发生灾害，也求主保守所有参与救灾的人员，让他们可以平安完成工作。主啊，我将台湾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。